陈晨进如霜热舞，杨紫和邓伦这对 CP 互动也是非常甜，两人凌霄还上了好几次热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杨紫饰演的是双花，邓伦饰演的是凤凰，两人凌霄后生出的孩子是什么？其实这部剧中也有一些提示，邓伦饰演的旭凤是凤凰，父母是龙凤帝后，罗云熙饰演的润玉小鱼仙官是龙，父母是龙和龙鱼，杨紫饰演的锦觅是双花，父母是水神和花神，月下仙人这只狐狸和天帝还是同父兄弟。网友说他们的母亲可能是青丘白浅，不然月老怎么会是狐狸？所以邓伦的凤凰和杨紫的双花灵修会生出什么？有网友说是白鹿，又属水系又是鸟系，这是从生物学角度考虑。还有说是凤界的，这个就是字面意思的搞笑。还有说是海带，玄霜巨龙水龙的，有用排除法的。还有男女区分开，儿子是白鹿，女儿是凤凰花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生物等级越来越低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原主内要说，旭凤和锦觅的孩子叫唐月，属性白鹿，